教会去参与侍奉，我到教会去敬拜主。无论在走在路上，或者平时每一天在家里，有主同在，我心里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但是撒旦魔鬼的诱惑真是大。他说弗拉希德去赌场的巴士那么多，我走在路上再碰到一两个赌场的朋友，一不小心听从了魔鬼的计谋，一脚踏上去巴士的去赌场的那个巴士，主就不与我同在。在赌场不管是赢钱还是输钱，我只要去了我就是输了，因为偏行己路，不与主同行，主也不与我同在。他说我兜里有点小钱，我想去想到赌场去赢一点，碰碰手气，碰碰运气。他说兜里没钱的时候，我想去赌场赢一点钱，钱回来零花。他说结果呢，赢了还想再赢，输了就想要还本，一赌再赌，结果是输得精光，还停不下来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回到家倒头就睡，不吃不喝，还与太太吵架，喜乐与平安都没有。是的，撒旦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。当你一不小心上了他的当，听了他的计谋，走上他的那条路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不与神同行，神也不与你同在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：“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。”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，保罗又说：“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”我们基督徒有神同在，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。与我们同在，有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，感动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留心听圣灵的提醒。有一首赞美诗叫《轻轻听》，圣灵的提醒是轻的，圣灵的声音是微笑微小的，你们要留心去。圣灵一直在 你里面做工，在感动你，你不留心去听，你就听不到。撒旦魔鬼是吼叫的，哇啦哇哇在吼叫，你很容易听到他引诱你的声音，你不小心就扫到，你不小心就睡着从了你的肉体的情欲，你要留心圣灵的提醒，那么你就能胜过肉体的情欲，你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欺瞒人的作为，靠主得胜，立志与神同行。一生一世跟随主，与主同行，奔天路。愿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，都能第一凭着信心与主同行；第二与主同心，与主同行。
真，分别为圣，与主同行。这样，你就能得到人生最大的福分，以马内利。主与我们同在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会常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现在请大家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你是爱的源头，借着耶稣基督向世人彰显出来。我们因信主耶稣，我们尝到父神不变的爱所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。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父神的慈爱和圣灵宝惠似的感动，常与我们同在，赐福于我们。我们也愿意时时与主同行，凭着信心与主同行，并分别为圣，与主同行，讨神的喜悦。愿主垂听我们心口如一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们。